你长得好丑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丹，很开心这次可以受邀到就是台南的小草原音乐节，真的很开心，第一次去那边表演。我们现在其实全力致力于在我们的第一张专辑，我们希望今年可以顺利的发行，也希望大家支持。就是很可贵的，现在这样子的三个人，就是自由，然后没有什么包袱的生活。因为他的会计，对，所以他上次就有跟我们讲说，就是好像走了差不多了，跟时间也到了，时间也到了，跟自己走了差不多。反正是要享受这样一起做音乐的生活了。对对，以后真的是就是很成家立业，成家立业都是比较困难。现在立刻要去做，其实这影片哦，好像跟我们说蛮久以前就要拍的，然后我弄到现在礼拜四最后一天，跟我说最后一天，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不拍的话，就被你们骂，你们骂我吧。我觉得钱呐、啊，钱呐、啊。钱啊，钱啊，只是钱啊，没钱就是钱啊，真的。当然，还是要就是努力用功，不一定赚到钱。那是我们第五题。好，这是辛辛苦小草音乐节和台南的同学们，然后希望他们有一个 Flying V 的募资网站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去那边逛逛，多多支持赞助一下。谢谢办这么棒的活动，我们是茄子蛋，6月5号见。